子，婉伦，我再也受不了这个鬼机墙了。今天他该劈槟榔来的嘛，结果我从白天等到天快黑了，他连一颗槟榔也没劈来。他为什么没有来？是槟榔缺货吗？不是缺货，是我缺少跟他同甘共苦的勇气。我再也不会给他任何机会了。别这么快下断语，护霞正赶着送槟榔来。他进去就算送钻石来，也再也挽回不了什么。请你替我转告季强，请他放了我，不要再纠缠我，不然我会带哈伟搬离开你们家，让他永远也找不到我们。看你的表情，好像也有一个像季强一样的人要逃避。我要带方律师到台中去收集当事人的证据，顺便离开台北的凡人世。所以和季强的事，至少要等我的调解人回来再解决吧。啊？你要避开台北什么事？你遇事不是从来一向不逃避的吗？接祖儿跟小倩，看到哈伟不舒服，所以我就送他回来。哈伟，你怎么了？啊？你又跟人家打架了？妈，为什么没有爸爸的小哈石头可以欺负他呢？都怪妈不好啊，妈不能给你个正常的家。哈伟啊，石伯伯是家长会的会长，明天我们就去找那个欺负你的男生，狠狠地打他一顿，然后再叫校长开除他。嗯，谢谢董事长关心。董事长不要忘了，我也是富凯饭店开除的人，请你以后不要过问我们母子的事，免得再被人家说我闲话。我们母子受的委屈还不够吗？妈，我头好痛。阿伟，你哪里痛啊？我被一个大男生从楼梯上推下去。妈，看看。要不要送他去医院？谢谢董事长关心，我自己可以照顾哈维，不留你了。哈维。妈，我头好痛，好痛。哈维。如果是头部受伤，千万不能耽误啊。万一不留董事长了，再见，阿伟，留下吧。妈，我头还没在侧睡去，我不想睡觉。阿伟，糟糕，刚一到医院当义工，婉伦又出差。叫哈伟睡一觉就没事。哈伟，妈妈帮你到房间。Thank you.
阿伟，阿伟，你不要杀我！阿伟，你不要杀我！ 有我在，你们会平安无事。阿姐，小心！你们救救他！你们救救他！你不要救救！阿姐，你想我救你，一定要救救我儿子。大家不要耽误医疗时间，好不好？阿姐，阿姐，现在我们请到了你的，你出去呗。 怎么样，医生？医生，我们看肯定有脑震荡现象。医生，他严不严重？医生，马上做断层，如果脑部有淤血，就要考虑做清除手术，否则会有生命危险。医生，医生，我儿子他会有生命危险。阿姐，阿姐。 特别护士，石董是打球24小时照顾你。24小时，我晕倒那么久了，那我儿子的伤呢？我儿子，白小姐，阿伟，白小姐，白小姐，你还动手术，他还那么小，阿伟，白小姐，是你，是你把我儿子放在医院的，他还那么小，你们不能给他动手术，我妈就是脑部开刀死在手术台上的。 白小姐，你冷静一点啊！一切都没事，来，你冷静一点，小姐。好，白小姐，你儿子很安全，不相信你自己看。 能够免开一刀，完全是石董事长果断决定。原本本院的脑神经外科都极力的主张要尽快的为哈伟开刀，可是石董事长代表病人的家属，坚决不肯开刀，而且专程由香港、日本请来两名脑科权威，跟本院医生联合会诊。 终于一致同意以观察及药物代替手术，结果哈伟在急救数小时后神奇的清醒了，颅内压已恢复正常，完全脱离危险。谢谢你们同意我的决定，哈伟的命还是你们救的，谢谢谢谢啊！是你们又救了我们母子一次，等哈伟好了出院。 让他做我的儿子吧。除了在户籍上，我不能给你正式的名分之外，我可以给你们母子这一辈子所想的一切。只要你肯嫁给我。如果我们不能阻止这段情，是不是应该改变自己？如果我们不能强求这命运，是不是可以大声哭泣？然而。
世界真的太小，我们不一定逃得了。然而世界真的太巧，深情。